的脚印，陪你领略一路的风景，在我心中再没有谁是比你更重要的人。我轻轻地走进你的世界，和你感受幸福的从容。我这一生最幸运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路同行。无论是寒冬还是坎坷和泥泞，我们都要将幸福握紧。即马要来芙蓉山这条路是探勘的，后人甲唱的，这是为这个上后边要唱，安尼较会顺路啦，唱看嘛。目前看起来是安尼拍啦用的。大家拢无行过，唱看嘛。OK。即马要来这个芙蓉山，这是后边山探勘的路线。来不错哦，没错，现在迷路了，不知道这里要往大洞山还是秃姑山，还是什么所在都不知啊，啥拢无啊啦！现在已经不知道走到哪里了。行唔对路啊啦！唔知去啊，对芙蓉山来找无大洞山啊？找无路啊！到底去对嘛？唔知，继续个行落就知啊啦。OK。今麦来个这个大洞山遇见山友 ，FB 的山友，如何称呼？我姓戴，戴建友，嘉义人。嘉义人哦，我把嘉义人哦，很高兴认识你呀、难得哈、在这里遇到山友哈，是、哦、哟，袂歹，袂歹哦，好，我是一个安尼，今仔天气阁算袂歹哈，赞哦 ，OK。2017年12月3日，来到这个大洞山，芙蓉山众所这个大洞山，有轻松啦吼。点行唔到，他们是中意，赞啦吼。人家唔敢食饭咧，阿姐。OK， 好啊啦吼。今麦来到这个大洞山遇见山友。高雄台山安龙，台山安龙，台山安龙，耶！就
老 K 的朋友，哎，花花，老 K 的朋友，没有，是老 K。Kevin 我还没背一次，我现在知道他的名字叫 Kevin、啊，知道一下啦。 OK， 再见啦，拜拜，拜拜。一生无论是寒冬还是坎坷和泥泞，我们都要将幸福握紧，从此留脚印，陪你领略一路的风景，在我心中再没有谁是比你更重要的人。我轻轻地走进你的世界，和你感受幸福的从容，我这一生最幸运的事就是和你。